今天呢，我们探索的地方还是蒂比利斯的城市中心，我们去看一看它的历史博物馆。之后呢，我还约了包包子，你可信？就是在格鲁吉亚啊，特色菜是包子，是咱中国的包子，所以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Let's go。格鲁吉亚的首都很小，公交车真的是很方便的出行方式。一定要买票哦，会有工作人员随机检验你有没有买票，被抓到可要罚款啦。嗯，六点几呀？城市中心的建筑真的颇具风格，尤其是 Shorter Rust Valley Avenue 这里一条街上的，是整个格鲁吉亚的精髓，集中所有重要建筑，就像是拼多多集中了所有你需要的。无论你想升级电竞外设、吃顿豪餐、商店买买买，还是给游戏里的自己升级装备，拼多多都能用2024游戏津贴满足你的心愿。亏了拼多多，我找到了喜欢的耳机，可以玩游戏、做视频。拼多多官方补贴活动真实有效，即刻点击评论区链接就可以参与零元免费抽2024元心愿津贴了吗？快来参加，满足你的小心愿！卡神韦蒂教堂、格鲁吉亚国会厅、美术馆、国家博物馆，一路走过就可以把这个国家最浓缩的文化建筑都尽收眼底。我个人很喜欢逛国家博物馆，觉得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最重视的历史或者最骄傲的内容放进去。我刚刚看完Tbilisi 的 National Museum出来之后，看我遇到了谁？遇到了小猫猫，猫猫自己就爬上来啦，来蹭一蹭，蹭完之后就爬上来了，真好看。然后，Me not here from China. Me China.China.啊！抓我肉肉了，宝儿！如果说作为一名中国人，有没有什么祖传的特殊癖好？我会说泡澡。要知道格鲁吉亚首都的名字蒂比利斯的意思就是温暖的地方，它城市位置是特别选择的，因为地下有温泉水，这里放眼望去一个个小土包一样的建筑就是当地有名的硫磺浴聚集地，来这儿怎么可能不泡一泡呢？我选择的是这家，要提前预约，可以选择不同的房间以及使用时间。在门口买票有搓澡还有 SPA 服务，一并买了，大气一码，享受享受。So $10 for this and $10 for the spa. How long it will take? 10 minutes. Oh yeah, yeah, yeah.
yeah, I will take all body. Yeah, I will take the squat. Okay. And I should pay now, right? Okay. 这个进去之后发现还是很简陋啊，有点中国老式澡堂的装修风格。姐姐给我介绍流程，就是先冲再泡，然后等搓澡阿姨过来。和国内一模一样，连搓澡巾都是一样的。看一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屋子，这样的一个屋子之后是可以一到两个人的四人的，然后进来之后这儿有一个池儿，这儿有一个池儿，好像是冲淋浴的地方，我本来都没有看到。然后就是一个管儿，很感谢，就是一个管儿。哎呀，操！然后里面呢，你可以，它这儿有额外的服务，比如说，搓澡，这边是卫生间，这边是桑拿房，就还挺齐全的。好简陋啊。这是有点太烫了，调一下，看后面什么效果。这硫磺浴味儿挺浓啊，一走进就是满满的臭鸡蛋味儿。好在久在其中不觉奇臭，中间有搓澡和 SPA 的阿姨会进来，那搓澡手法真的是不行，跟国内搓澡大妈那手法相比差太远了。洗完澡一身清爽，往身上走走就是 Narikala Fortress。堡垒只剩断壁残垣了，多少有些潦草，但夕阳的金光却给整个俯瞰的地平一丝暗层温柔的滤镜，暖暖的，很安静。途中遇到了一个自称是当地导游的大爷，非要给我介绍景点，这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一个人出行总是更容易遇到些奇怪的人，你也搞不懂别人想干嘛。总之在外面一定要个人安全为上，陌生人的东西千万不要吃，更不要去偏僻没人的地方，但凡有不妥的情况都快点跑。我的妈呀，此生坐过最小最小的巴士。还记得格鲁吉亚第一篇我说这边的公交卡可以坐 mini bus 吗？坐了，真的很 mini， 我站都站不直。平卡里是格鲁吉亚当地的特色美食，到处都是，等中国仔多少有点不服。本着对这种食物的极大不解，我报名了当地的平卡里体验课。一条线，二油面，搅拌馅儿、调味揉面，这我都挺熟悉的，和咱包包子是一个样的。但你这个皮拿上的一瞬间，我就不理解了，这什么东西？谁家的包子皮长得跟面膜一样大？皮厚还是死面？尤其是这包包子的手法，放盘子里面包，就这么没有技术含量吗？说实话，我这种菜鸡都有点想在他面前炫技，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用手掌大的皮包一个拳头大的包子。忍了忍了，但这开花的脑袋壳和包子也不是很像啊，合着要把这揪就揪下来，我真的是无语了，这要浪费多少面啊。 Yeah, but they are cooked differently, they are steamed, right? Yeah, it's steamed. Yes, how will you boil them? Boil? Yes.什么？你告诉我这包子要你要拿去煮了？好吧，和这个 King Curry 就是一个长着包子脸的饺子，饺子味的大包子。这里一看就我包的多漂亮，找一个不磕不头的，这个没磕磕。这时候要拿些胡椒撒在上面，就要一小口，先把里面的汁儿给吸了，一点汤都没有，都漏掉了。
味道还是可以的。这个卡恰波里是格鲁吉亚饮食中的一种烤饼，是当地最普遍的主食，我接受无能。好咸啊，面包其实是很好吃的，但是非常的不喜欢吃起司。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房间，充满尼斯。这是副马桶吗？不知道干嘛用的。浴缸真的好喜欢，看着好富贵啊，偷书贼。昨天我们去了格鲁吉亚非常有名的旅天堂最近的教堂，之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惊讶的是竟然看到了中铁集团，就远远的突然我就看到了，就很偏僻的路嘛，就看到了几个那个中国字，我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该不会是中铁集团吧，不是中铁就是什么中建，因为之前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也是那个中国人帮他们在修地铁，就修高铁还是修地铁，之后在这边也是那么偏远的地儿，真的真的是巨偏远的一个地方，很大很规整的建筑，蓝色的铁门，白色的字儿，之后你看到那一刻你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之后导游就立刻指着那给我们说你们可以看，就是中国人在帮助我们在修这些地道啊，在修这些基础建设，就是真的很厉害，之后那一刻就觉得很牛逼耶、格鲁吉亚之旅到此为止啦，期待我们下个旅程，再见。笑死！哎，挤了这么多 gate， 好小好小的机场哦。